嗨，我是丽婷。每个人当然放，这还能不能嘞？是这样子的，是吗？来，我们来玩五块钱啊！哎，你确定是五块钱罢了？直接说五块钱。还可是他总是十元嘞！啊！喂，还我啦！快点啦！还这十块啊！我没有十块，我怎么十块不了？快点还我！两个 YouTube 在那边，这是我第一次玩。夹十块。iPhone 蛋。来来来，想要什么？我要 iPhone 蛋。你就想，又有可能，你就想啊。你们觉得我会按几号？你自己喜欢。你喜欢粉红色，你会按？我喜欢粉红色，然后我喜欢21。好，为什么三元21啊？没有，三元是23。三元是23，我是21啊。妈的，21。OK， 21啊。按两按两，看紧张哦。哎，懒得拍啊。在哪里出来？感觉轻轻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你有重量吗？拍得到吗？这里呀。我要来拿了，这么事情你敢啊，你敢啊，怎么你会知道？轻轻的还是不要开好了。要开吗？要早，今晚揭晓。开啦，还今晚揭晓。来来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 No。 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是 McDonald's 的 logo， 没有，这是 Lego， 我可以送给我的学生。很好哎、欸，身为一个老师，身为一个老师，这个是最棒的礼物。来来，看这镜头。我要送给我的学生。不错啊，不错，刚才是你带回去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